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最近有一部片 Netflix 上面有天桥上的魔术师，传说说不要在光华商场的厕所对着镜子梳头发99下，被传说到光华商场的99楼。那部电影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桥段，其实西洋的也有类似的传说，对着镜子梳头发，这个就会看到你未来的老婆。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来挑战看看这个传说，我觉得蛮酷的。但是呢，光华商场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拆除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实测这个光华商场传说。但是我们也找了另外也有发生过事情的公厕，中正桥旁边的河堤，在以前的年代，我爷爷就有跟我说过，这里也是眷村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小孩跑到河边玩，所以这边其实也溺死了很多的。最近有一次，就是在这个厕所上吊自杀，我们就想说到那个地方挑战看看梳头发这都传说。厕所好像是从左边数过来第二间那一间，我们等一下就去那一间厕所梳梳看头发，带你们去看看吧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2点多，但是东顿桥这边其实仍然是有人的，还会有人在这边玩滑板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不会那么可怕，但传说嘛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真还是假。对，就是右边出来第二间厕所，如果是出过来第二间这一间，他自己关起来，里面有人吗？我们要在里面调身，对镜子梳头发。是因为你走过去吗？好，你不要动哦，可以测试看看。那个新闻是说他是在里面，是不是十几年前的新闻而已？就3年前。这样还真的有点恐怖哎。我觉得应该是情走，没有像我们去医院的时候。然后，什么地方？不是那边吗？这里吗？好。干你！干嘛？什么？哎呦，哭啊！有人哭？有人哭。现在？刚刚啊！干你你啊！在哪里啊？好香啊！那我们进去，出发。对，我们现在进来了。那我们就来挑战看看这个都市传说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准备好梳子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对着这个。镜子这边来开始梳头发。现在这个公厕里面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，我要怎么开灯？我现在在出来一下。那如果真的有人上厕，我上不了班，很可怕、欸。而且这个厕锁不起来，这厕所本身就有问题。这个都市传说你是相信的吗？我觉得还是要试过才知道。我本人觉得会失败，多一点钱。对。那我们就准备。来开始，我们第99下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传到99？传到99，要亮了，应该开始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反正他依照西洋的讲法，对镜子梳头发，就是看到，这个灯在管我们。你是要开始讲说这样子？哎，真的，因为刚刚按掉的频率没有那么快。我们是不是废话太多了？西洋的讲法呢，就是你会在镜子里面。要讲，讲到一半呢。还是它固定的、啊，算我们这样算，11、12、12秒，好嘞，1、2、3、13、14、15，差不多，这个搞不好还正常，那我们就直接输了，一下，2、3、4，这是秒亮的，5，真的。6、7、8，可是这样子是不是看你的老婆还是我的老婆啊？9，那我们谁去99了？这样是我哎、欸，那个11，我是单数哎。对，因为它灯会闪闪暗嘛。如果等一下刚好第99下暗掉的话，树下那一个会暗掉，很酷哎、欸。就那个，真的很巧合。我们现在数到多少？因为我觉得不会99，14。真的很久了，已经到一半了。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。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紧张啊？63、64、六，马上越来越快了。66，有一点。67、68、69、81、82、83、84。85，等下第99还17，好，87，
八八，八九，九十，九一，九二，九三，九四，九五，九六，九七，九八，一起，九九九，这是刚好吗？九九九，这是刚好。那都会成成案吗？如果等下刚好第九十九下按掉的话，竖向那个会按掉，很酷哎、欸。就那个，真的很巧。还是我害怕。那最后一次我觉得有亮的特别，好像有。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啊。第九十九下那个，我们真的没有刻意或干嘛的。我们就是两个人要一起。我们都是很自然的进行，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。好，大家好，又是我们后续感恩时间呢、啊，真的是抱持着不会有任何事情。我唯一觉得说，可能他会给我一个惊喜，就是第九十九下的时候出事，就第九十九下的时候灯刚好按掉，在我们刷下去的那个瞬间。其实大家的很多拍都市传说都是这种巧合，不知道到底要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拍了那么久的原因，因为它真的是很自然的。我只是随口讲一句，比较第九十九下的观点。我们刚刚在也看了其他的一些新闻，有其他地方的也是出过事情的，跟我们刚刚在。那个公车，他们是相同的出事的状况。是不是一直聚焦在我们这边？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在动哎、欸，那个聚焦在动哎、欸。我是我一直都有体感，从我们厕所，欸、那个聚焦也在动。从我们厕所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在，我再按回我们的脸看看。啊，应该是正常了吧？大概就到这边了，就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测验，蛮酷的巧。嗯，啊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赞和喜欢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王Go，他是小咪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七、七八、七九、八十、八一、八二、八三、八四。八五，八等下第九十九一七，八七，八八，八九，九十，九一，九二，九三，九四，九五，九六，九七，九八，一起，九九九。这是刚好还是我害怕？